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与11位委员共同临时提案，自于民国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1030之1条，将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由一身专属权改成非一身专属权后，实行迄今引起许多众多民众反弹，此条文形同引狼入室或法入家门，导致动辄有自称为配偶之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介入夫妻分产纠纷中，敬请相关主管机关应尽速提供相关佐证资料，以证明现行之非一身专属权确为该法之正宗的理由，是否有当，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黄。